每一个人找一个位置坐下，这个不要动。找一个座位坐下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好，不然就这个收起来吧。你坐那边好了。注意到这边哦，如果等一下大家听不清楚，可能到时候就不会做，就出丑了哈。我们过关，我们这一关叫做有模有样。有模有模。好，我们的顺序是从这边传下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七位就是猜。好，我们上一位。他要传的一些什么东西啊？传的不管是比如说一些他所捏出来的形状像什么东西啊？比如说月亮什么形？香蕉形。月亮有有圆形，也有香蕉形，上弯月下弯月的就是你尽量要捏出一个形状，让别人觉得哦，这就是香蕉，哦，这就是月亮，你了解吗？好，那我们进行的时间看。10分钟，十秒钟，好，做一分钟哈。好，那当然，等一下做的时候，二三四五六七就趴下啊。好，现在开始趴下。趴下。好。那个不守规矩，我们要扣分了哈。好，我们看抽一张，看十秒，然后做一。最好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！你要怎么去表达这个捏出来，让人家一看就知道？30秒，剩下30秒，等一下就好了。你怎么表现特征？人家一看，哦，是这个东西。其他的，其他的不是叫你们看，不是叫你们看，是第二个看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开始做，收起来，这个把它收到，收到抽屉里面啊。只有1分钟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，把它表现出来，把它捏出来。你可以休息一下。在这个时候小睡一下。趴下。我要把它捏出来。30秒，剩下30秒了。
30秒，看见还没有做修整的地方。你看到了什么？然后怎么捏给下一位，觉得让他看起来就是那个东西？好多讲吗？10秒。三十秒。
哪边开始变亮？哇哇！这中间是不是差很多？这是好像里面的珍珠。它是贝壳吗？是阿奇拉。哎，这怎么会高起来呢？为什么它会开始？它本来是长这样，然后突然变成那个样子？好，这边到这边应该是蛮像的哈，到这边就高起来了哈。来，我问你，你猜什么食物？从这边一直看，回头。吃的。你猜什么食物？看看这是最原始的。最原始的。你猜一个。什么食物？猜得到吗？赶快讲一个这种形状的食物。给你5秒，4、3、2、1，什么食物？啊，随便猜的。好假的。好，来，嘉宝，你觉得是什么？香蕉吧。我也是。你呢？我也觉得。正正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香，长得像这样的香蕉。我也是香蕉，我也是香蕉。那个呢？一选一是什么？这个叫香蕉吗？这看起来像饼。我建议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好啦，我们正确答案是 C。正确的答案。没错，就是香蕉。恭喜你了！哇，你们这种外形还可以猜得出是香蕉。我刚最后一个。不要！好，接下来我们第二轮。好，你要当最后第一个，好，第一个，那就来吧，第一个从这边，第一个就是这个，最后一个在这边，第一个在这边，好，这边是第一个，这边是第一个，然后第一个，这边是从这边怎么样？这边是什么？好，来，大家请把你手上的，好，刚刚可能大家比较生疏了哈，生疏可能比较程序。比较不大了解，现在比较了解之后，好，我们顺序从这边啊。我们从嘉宝这边开始。好，准备。好，其他的。来，其他人请趴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。来，嘉宝抽题目。哦，哎，两船冲啊！不能讲哦。刚刚出来了，我们要不要换名？好吧，我们扫兴。我们不能讲出名，讲出来要用错的。好，就是剩下这几个。自己挑一个。自己再挑一个。嘴巴闭起来，不要讲哦。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这个东西。时间到。好，看下一位。是啊。就这样吗？好，嘉宝收起来。开始。不错。你看到什么？尖嘴的感觉吧。
你的作品做完了就不要再动了。你做很快，你觉得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这样。我看第一个。好。哎，那我们看到这一位，你有没有？哎，你有没有看出来？那时候看他的有没有看出来什么东西？我也觉得是船。是船。确定是这样。好来。原始版啊，原始版。哦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水饺。什么？水饺。汉堡。啊，给大家一个提示，它是一个吃的，而且是要用。睡觉，煮饭，煮饭，煮。我记错了。夏天最容易吃到的就是西瓜。没错，它就是西瓜。你看看，那西瓜长这样。好，来，大家来看，我们从第一个、第二个啊，这个还蛮类似的。第三个已经毁掉了。第三个毁掉了哈，随便乱动扣一分。好。啊，随便乱动扣一分。哦，还乱摸。乱摸扣一分。好。那请问你那个做，你觉得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人家弄的，那是神灯呢。神灯。好，那我们把捏回去，捏成圆形，也跟着这个一样。请各位同学把它捏成圆形。我们这一关特别注重啊，注重这个规矩跟团队精神啊。不守规矩，我们就扣多一分啊。哦，我自己从头到尾就一直有人很喜欢摸那个黏土，那个人就是我的真身。好，摸好了，放回去。好，来放回桌上，好的。好，那在捏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有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吗？这个加分题哦，有奖又有分。一个提示，对，让你捏的更漂亮，前面捏的更漂亮。加了一分，好，开始整队。起立，我队长。